我给大家今天想看看那我闺女的这种型，看人家的道具，这是人家的，这是也不知道这是个啥东西，那就是动漫人物里面的一个人物的这个造型，这也不知道是哪个人物的这种发型，你看，给它放好，给它放好，别给它弄乱，弄乱，不要让人家闺女一会儿又说我，给它。他的这个同学过来了，你看人家的这种发型，这也不知道是啥人物的。这个发型是叫啥名字？这个木兔。啊？这个角色叫木兔，反跳的。叫什么？这个角色是木兔。你的这个角色是叫什么？就一个打排球的，打排球的。不知道叫啥？哦，不知道叫啥。月月，你扮演的那个是叫啥了？你扮演的那个是谁？我说的你也不知道呀。你告我。赤尾。这个。赤尾。OK OK OK。赤尾啊，吃啊，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。那你肯定不知道呀。没有共同语言，要不你们交流不说？还是咱俩有共同语言，是不是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和妈妈玩了。还是咱俩有共同语言哈，跟他们没共同语言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坐下，坐。哦，你看，还是咱俩有共同语言啊。老公回来的。我说你过来吧，你别在外头嗨到难嘛。哎呀，那娃娃们回耍了。啊，你不能有共同语言了。刚你那说的话咱都听不懂。嗯。没办法交流。哦，一讲嘛，还以为是外国人。哎呀，把你高兴的，你我来到外边了。哦，这街上都没有外国人。你看那朵叶子花的，刚刚都看不出原来的叶子上油油的了。哦、就刚动漫里头的叶叶油油的。当当，你看看月月。啊，你看吧，当当看你月月花花上的。来，别动，咱们继续梳毛毛啊。这是你买的。哦。这是柴，烧成啥样了？成面嘛。我了还有了，介绍得理。你中午了，吃了中午饭再走啊？吃一点点就走。不吃中午饭？哎，吃一点点。吃不吃了中午饭？吃一点点。啊！哎呀，喂，他们就少吃这些。哎，再夹住两个菜，你看看夹上菜呀、啊？啊？哦。再等到住两个菜呗。叫俺们吃了早午饭再走。哦。俺、啊、那提前就换好桌了，哎，这半年这不会换，来了才都拿给换呀，你看这，月月不会换桌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收拾东西、啊。你要用啦？啊、哦。意思他们拿上这桌呀？不是、啊。咋了？我们去走呀。怎么走呀？吃了再走好吧。太晚了。怎么太晚？吃了饭就晚了呀。你还不能换好桌了呀？笑死！我们走呀。今天你走呀，不吃了呀。啊，你走啊！你赶紧把衣服穿了，我看看你穿的啥样呀。这挺好的地方，看看看看后头，打扮的就跟老奶奶一样了。你把吃的装上点，不吃饭把这些吃的带上点。啊，赶紧装吧，装上。装点。哎呀，我怕自己拿。哎。好，你自己拿，拿个袋子。那我给你搞点行。哎呀，高点。
不是，为啥你们女孩穿的这种化妆成这种男孩的样样了？因为这是我们喜欢的动漫人物。哈哈，你这女孩都变成少年了，都变成就是少年呀、啊啊，就是说，你俩陪我是吗？你看他全是黑，全是一身黑，都变成那爱啥了，小少年了都。OK， 卸妆的。哎，你们也都有这包包的。哦。还一人一个还，大鼻涕包，这不是人家辫子吗？估计让你赶出来查掉人。我都翻一点做好了。啊，那不扯，太他们了，秀车就车走一口在这。也没多弄，就是简单的家常便饭，少吃上一口再走。给，你们少吃上一口嘛。哎呀，不想吃。上学，好几家呗。把钱装好，别丢了。啊。出去开，饿了就买点吃的。啊。那点零钱。把这都拿上嘛。不用了，200了。200，100块，多少？不用了。拜拜拜拜，注意安全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有事打电话啊！有事打电话，咱们也吃饭吧？啊，走吧，他们不吃饭，咱们吃吧。我已经做好了。外去了就意思谁也认不得谁了，都画在那的。顺一顺呗。他们有扮演自角色那个人名字，是吧？嗯，在他们刷的在叫啥东西来？我们不知道。cosplay 啥呢 ？cosplay 听不懂。cosplay 英语啊，我却懂你。cos 不是复制的意思？啥意思了？复制？是吧？你们前几年照的模样的那个吗？你们前几年不是还都知道吗？知道他不知道？哦，不知道呀。你们前几年还让我去了吗？这还100块钱睡的了，我的，我减价了，我的，有点来这种了，因为啥了？你看看他们家了，谁那 Lisa 的嘛？啊 ，Lisa 的啊，那知道他同学来呀、啊，那早早的起来就收拾了呢，那、啊、都不用搞，哦 ，OK 家里头，这是有办法的，早上起来人家自己都收拾了，平时家里比这可乱了，知道吧？现在的女娃娃，哎妈，每天叨叨他们，说他们收拾家，就叨叨不动，就不给你动。啊，今天大早早早的，那自己起来就把家收拾了，自己就收拾到家，把垃圾倒了，那自己根本不用催他们，是吧？啊。哦。那我们今天这就开饭了啊！现在才11点，今天吃饭吃的早，早点说话，你看人家不吃这个，走了我们就早点吃吧，已经坐下了。开始咳嗽呀，又开始生病呀，我也咳嗽。你昨天来了情人节，不是昨天初五不是情人节吗？老公白天走了亲戚，晚上回来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要生礼物了。我告诉他我上礼物也不求要，就求要一样，那就是一塔又一塔的，一塔又一塔的。这不是我就老公给我包回一大塔的了，完了给我一塔又一塔的给我砸到床上，我就高兴了，因为实现不了嘛，所以昨天晚上就把我又松心了，又哭老半天，哭老半天一松心，我现在不是又开始咳嗽，上气又不行，赶紧撑到坑。原来把我难过的手机都还发烧了，还这回炒好了，好吃。嗯。自助体人。
叫。这样，有个专业的术语叫集邮。啊？集邮。邮。集邮。集邮。集合的集。嗯。邮寄东西的那个邮，集邮。啊。就是，我要去跟人家拍照、合照，啊、就叫集邮。啊。然后我们他们就会碰见自己喜欢的，就会大家就一起集邮，然后集很多很多。越说集邮就是拍照。要跟你拍照了，对。嗯，那集邮不是以前我们集邮票的。现在哪有邮？邮有了，但是现在不用邮票。对呀。他靠死的就是这个。啊，意思是翟月月就闹的就是这个人了，杨洋。对。真丑了，啥了嘛？那么丑，哪丑了？那好丑，长丑了。你看也不丑，我也不丑，我哪晓得小爷爷？哪呀，不丑。商议。啊，不丑不丑。哎，我刚不是时代演歌上还不也有？老公都吃完了，我的面还买的。说这些就跟日本的又扯上关系了，日本的动漫这些一说就是跟日本有关系。哎呀，也不能这么说嘛，咱们要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，对吧？嗯。那不好的东西，咱们肯定不会去那啥的，对吧？你干啥的呀？我充电呀，这边都是。